是新来的那个短间长青，特别像韩剧里面的欧巴，还挺帅的。帅吗？海龟。我的取向没有问题。学历又高。你以为你从硅谷回来，跟我们就不是同一个蓝天、同一个地球了？没事。最致命的魅力，阳气。你这个目标是谁呀、啊？我认识吗？张小娜，我去个厕所。小提琴拉屎的曲子。怎么还有爆炸呢？还有火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一偶像剧吗？偶像剧谁还照你演？服务员，我来一个二锅头。小瓶的。